车教授，职人洗车用品专卖 Ultra-S3 地表最强行车记录器，花艺金库，世界无敌大美女徐海丽。哎，你在看什么？我换了这款。你这是该做一啊，又一集那个变废为宝。真的要做这么漂亮吗？做得出来吗？啊，应该不困难吧？就这样，看起来很帅，帅吧？这个东西很简单，刹车碟盘坏掉我们就拆下来，到时候把它加给用我先起，用我先起掉，喷擦喷 OI 嘛，啊上面再弄个椅子的坐垫上去，啊有几个东西啦，我们可能要处理，可能就是海绵，啊铁板螺丝就比较简单啦，啊，木板避震器就是后面拆就好了，我们去找，走，有不要霸你啊，你知道吗？是你的漆没有喷得很漂亮，不是啊。因为我们这里会淋到雨，淋到雨生锈了，所以我怕生锈，我才用一个毛毯把它垫着，才会掉一个生锈痕迹，这是之前的作品。对啊，耶，yeah! ，挖出来，挖出来了，哇塞呀！哎，避震器，把它修起来。我决定了，这个就不拆，到时候就把这个拉掉，把它割掉就好了，直接这样上去。好，把做一个坐垫，这个多的我们就把它弄掉，这个就不要，把它切平就好了。各位。九泰山卡掉拉铁拉铁拉铁，好像很简单的，但感觉是个大工程。要锯吗？對對對，要锯，就是要比它低啊！哎，是我需要起点，你要揪给，它是松的，你走上去它会这样晃，没有固定它就会这样晃啊。这个有分左右边，这个有分左右边，你要记一下。这个很大的有分左右边，左右边那个嘛。弹簧啊，一根一根一根，我就一次一次来就好了。哦，对对对对对，好，你要骗我不懂车嘞？哎，这姿势好的，好的啊，你看，他是这样嘛，你看，哦，也撑出来，他那边出来的派呀，这个什么意思？就是我们车子压下去，弹簧会弹上来嘛，下来它会丢来啊，让它上来缓冲啊，光源。完了，再来就是要细部清一下就可以喷漆。啊，现在要先切弹簧，要对位置。因为这个啊，如果真的会跑掉啊，就是想办法把它固定住，就是这样放下去，高一点点就好了。嗯，太低我收起来它是空的，会晃。做几个啊？然后就这样，哇塞！有没有有点 feel 了？你再来就是把弹簧要清干净。对，再来就是上漆啊，稍微磨一下，再来磨吧。对，要磨一下。先要把锈磨掉。对啊，对了，只要是电动的工具啊，都要注意小心，像切片也要小心，这个蛮危险的。在磨什么？因为它刹车之后啊，是不是有一个力道？你摸这里，这里就会凸出来。啊，我把它磨平，磨平的话，到时候你放在地上，才不会说凸出来那个齿沟就会一圈，就会比较平均。这要告诉他给他修起来的话，典故趴起来哦，这个再磨一下，这算漂亮了嘞。完成一半，
到时候再要放一个垫片了。我们要做多大？要用谁的屁股量？不用太大啊，小一点啊，小一点的话就翻桌率比较高啊。翻桌率屁股痛了，他就自然就会走了。有多小做多小，小一个。去自由时间，对，黑色的漆，它这个先稳，你知道为什么吗？为什么？反过来看不到啊！如果你这边喷了漂亮，反过来压一压又坏掉。这下面这一层是怕生锈而已，其他都没关系。可是还是不能太多，太多会流鼻水。要等一下，差不多大概这样就好了。因为没了，喷完了，有银漆，有银漆啊，银漆当底啊，有人漆吗？有人漆啊，有啊。偶尔会来。这个是椅子下面的那个吗？对啊，椅垫。但是这个椅子是不是不能调整？可以调整。怎么调？越胖就越低。好啊，这个就是所在避震区的上座，它上面再加板子，上面加板子，板子的上面再加海绵。坐上去就行嘞，就高嘞。它这海绵哇，这几年几，这个也不用钱，这个赞助的，这个要钱，我去买的，我要买厚的嘞。因为你看哦，锁上去是不是有一只铁出来？对，万一太长，呛不出来，卡成这的会差的，都先坏化好了，好不好？啊，这些弄好了，再海绵最后再用就好了。这最难割就是这个。这样磨一下，不是卡针给挂住了。好，铁板好了，板子。快好了，快好了！啊，这要螺丝受了哎，啊，这个都要钻洞，你到了这一个要固定板子啊，上面就是我们要做的。哇，这个蛮硬的嘞，蛮硬的，一直攻弹性没坏。好。哎、欸，这很厚嘞、嗯，这个几公分？八公分。这么好割、喔？对啊，不是、啊、我这样割会不会也歪歪吗？怕你割太多啊，就割了大概。再来修啊？对啊，再慢慢修啊。我就觉得包起来就看不到了。你打我讲一句啊，我的视野你看，因为我们会往里面包嘛，包下去啊，它切起来，它就是变形。到时候这个吧，我们假设锁这样，这四个洞锁下去就锁住固定了。啊，不够我们就多一点嘛。这得收回避震器，啊，这得往上锁，把这得收回家，应该懂了哈。好啊，中心点怎么画？中心点。没错吧？这细看我准某，可能是准的啦，對不對，但不太确定。啊、我要动啊，一步一步来啊，总有一天我会完成的啦。干，你这边就偏了。没有那个没关系啊，因为我要磨大洞啊，
其实椅子歪一点点，你屁股应该没有感觉啦。你看干嘛？刚刚想到你干嘛？奇怪，错觉吗？我看，我都觉得没有很正。你注意看，有正吗？没有。你要确嘞？你不是说歪了没有关系？是不会差很多啦。可是有时候看起来歪歪就没送啊。我再试一下。到时候这个会存在最上面嘛、嗯？可是这个上面的下面是铁片，铁片上去，这个螺丝锁，螺丝锁到底，往上升一点，这边会有点高度，要切掉，不然你看哦，我这样锁上去，好，假设切起就好了，还可以螺丝处理，对吧？就比较高，比较高会怎样？超了卡层。突破，嗯。可是这个，我是觉得下面再用个垫片，下面的点太小，就是要让它大一点，这样才会是哇，你这样的叮当。这个是垫片有没有？放在这边锁紧，它就不会晃。单独一个，它就会哇，这边会凹下来。这个不行啊，这个就会哇。好，找垫片，有、嗯、啊，大家宽一点啊，但是有更大会更好啊。可是这个已经算很厚，那、啊、我们挖个洞。啊，再来就是我们刚刚讲嘛，就类似这样嘛。假设我们就挖这里一个挖一个洞，六颗应该就可以了，这样够紧吧，就不会飞走了、啊。它会跑来跑去的，不然行哈，类似这样。固定好嘛，爬好戏。好了，这是我初步做出来的啦。它是圆的，所以你修下来一定会丢掉。有几种方式嘛？如果真的要漂亮、专业的说，要打板，类似像一套一样套进去就好了。不然就是什么样，把它叫我呢，较水的呢啊。对啊，叫较水的然后啊。想办法一直嘛，那。不够水哦。主要不要皱褶跑到上面来。对啊。我觉得就 OK 了。好，我们拿它加强啊，等它多的把它剪掉就好了。好，这边就好了。我们现在去把底座弄好了，看起来很漂亮嘛，它不会动。可是坐一坐，它松了，它就会这样。到时候我把这个焊起来，这边个抛器跟这个固定。啊，上面要固定？上面不用，固定了它就不会动了。嗯。坐下来是这样，往下压嘛。好，拆了。我先把这个底座先喷了，这怕先掀了。汽车教授，职人洗车用品专卖 ，Ultra-S3 地表最强行车记录器，花艺金库，世界无敌大美女徐海丽。还不错，对不对？最早这一圈有那个有点像麻麻的这样，故意的还不错哈、哦。对对对。对啊，最旁边的也有啊，对啊，还蛮好看的吧。现在要来焊接，要把它焊在一起的啊。只是说焊这一支啊，焊这边就没差，可是这里要注意，这边里面有气体跟里头要注意。希望跟这里没有关系。对，可是这一个就不能破，万一对烧到就很好玩了，这个不能碰到。对啊，阿伯阿伯调，阿可以趴着的呀，你这边卡管了。上面要镀的，啊，把它点起来就好了，点起来应该就不会动了。啊、你这里要趴几个？最少要两点啊，因为一点折一折就断了，最少一定要趴两点以上。
你这样做应该都不会动了。耶、yeah! ，来了来了来了！哎呦，猛一看有这么一回事哦。哇、哦啊，你要中冠军 ，yes！ 还有点重，还蛮重的。的卡车吗？没啦，我坐看麦，我坐过啊，这样咧坐袂。这是粗的，我头有用烧的，其实挤袂着螺丝，你要挤，你坐看麦，我见啦，还算有点高诶。你有气压呢？有啊，也沉落啊。哎呀，重量愈侪，伊就沉愈落啦。啊！真的是气压的感觉。对啊，然后。起来，它慢慢弹起来。慢慢的，嗯，就质感，有啊。看它不够紧啊，对不对？不够正、啊。要长一点的啦，这个太短，因为我们手进去太短，咬不住。哇，伊这个较长嘛，你看，收起伊较好落，对啊。哇，安尼较有吧，安尼就会使啊啦。哦，这样没有看不到空隙。哎，会使啦吼，别对啦吼。好啦，我们刚刚那个螺丝太短了，我们刚刚去买螺丝把它加长，不错吧？会不会倒？不会。我们做这一支花几天？花了三天。三天。从好天气做到天气不好，做到台风天前了才做好了。但是还可以再改良啊。可以啦。歪歪的。这一个在烧的时候要修脚，啊，做下去才不会跑掉。可是它就这个就不能转了。好了，我们的椅子终于做好了，你看试坐一下。有没有？有没有弹？有哎、欸，有了哈。这是我们第一次做的啦，有一点紧张啊。我们这一次的这个成本是没什么成本啊。我有讲过木板的只有成本而已，几百块。刚好是我们有配合的啦，不然你用这个皮的或者是用布就比较省钱。假设你加了衣服那种布也可以啊，就是换下来的衣服也可以做。海绵就是我们从里面拿的中古的，不用钱。要注意的事项当然是说点焊的时候这边要烧，好，第一次可能。材质不太一样，好，没有注意就断了。啊，再来就是这里，在焊的时候，如果有焊到这一支筒身啊，里面有油跟气体，哦，不要把它啪个破，也不能抓出来，很危险。危险的东西就是要注意。看起来我个人觉得还不错了，可是有偏高一点点呐、啊。腿比较短的人，你可能不太好做。像我，你看我就是要稍微屁股对，爱稍微垫一下。如果比我再矮一点的人就比较不适合。如果泰山做应该比较好做了，哎呀，做下去会沉下去。那碟盘这个我们只是算一般的，如果加大碟应该会更好，可是会更重。我看还蛮重的嘞，五六公斤以上了吧？哎，那它可以转？是可以转啦，可是转的话有个坏处，上面的漆就是一直转就会掉，上面会掉漆。不错哈，还可以吧？那个弹簧啊？哎，没有很正哈，因为没办法，因为一压它就会动啊。一开始我们也没注意那么多，现在知道了，以后在做的材质可能要注意一下，哎，怕好掉哈。第二，这边上去之后。我们剂量已经找平的，可是它还是有一些，不然就是什么，这边要垫，把它垫高、垫平。支撑性还不错，还不错啊，真的啊，你看，好了，完成了啦，我是觉得还可以啦，对啊。可能缺点就是烤漆要烤漂亮一点。对啊，因为我们比较赶工啦，我们一天就完成了。其实照理讲应该是喷完让它干了，隔天再做，不然有时候这边还是有一些。用力去压，有时候指纹还是会卡上去的。啊，为什么要压指纹？就是我认证的，我做的。你做的，这样可以了吧？那这一颗你要卖多少钱？要做沙钢嘞，干没好。其实这个怎么卖？因为第一，这个材料有时候不用钱啊。如果真的要去买，这个真的很浪费。我觉得是用捡的啦。啊，这个真的没办法量产，求派 T 亚啦，派 T 亚给。可是做起来工时要蛮久的。好，喜欢帮我订阅、分享、开小铃铛。好久没有不提不告了嘞，我是再接再厉哈，多帮我分享，谢谢喽。汽车教授，职人洗车用品专卖 ，Ultra Dash S 3地表最强行车记录器
花艺金库，世界无敌大美女徐海丽。脚踏在前面啊，很重哎，不错吧？放个脚踏，要这踩着这样啊！你看，我有椅子啊。